对妈说过我爱你吗？有说过，不过没有亲口说，然后都是写短信发给她告诉她。你有对妈妈说过我爱你吗？有啊，然后会经常打电话，然后每次挂电话的时候，如果说妈妈我爱你，我亲一个么么。你有对妈妈说过我爱你吗？口头上没有过，然后以前写信的时候会说，然后发短信的时候也会说，但是口头上不敢说出，可别人难为情。你有对妈妈说过我爱你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比较难为情。喂，妈妈，我爱你。我哋现在喺搞啲活动。你听到咩感觉？那以后我常讲好不好？喂。那个，妈妈，我爱你。母亲节快到了，跟你说一声我爱你。母亲节快到了，跟你说一声我爱你。哦，是电子狗。嗯。我上次那个给他那个那个说唱子聊。嗯。你晓得吗？晓得。啊。妈妈。你该懂了，我爱你。妈，我爱你。没事，母亲节到快点，浪费，都浪费。你给两年好吧，贴两年。好了。等等，注意点身体啊。